时候发现自己擅长什么？这个我擅长神医模仿，但我没有擅长神医模仿，模仿谁？模仿马。在片场是怎么学小苹果叫的？我从来没有学过小苹果叫，我只学过马叫。其实我学的也不是马，就是唐老鸭，但是可能听起来像马。要有请可爱的唐老鸭，唐老鸭哇！我可以模仿啊？真的吗？哟，怎么马了？马料卷了就是这样。啊！一定要这样子让猜吗？对。男生这边可以站。